咁呢個位置咧就係咸月豪生，哇！之前賣3萬、2萬幾、3萬蚊噶，咁而家後邊我哋正望到前面呢度1、2、3呢三座就係我哋賣緊嘅紅海山旗，超級無敵嘅一線海景，超級靚啊！呢度係正對住呢個海灘噶喎，喺屋企望出嚟嘅話咧，你坐喺度啦，瞓喺個牀上邊啦，都可以望到個景，超級靚。如果喺西九搭過嚟嘅話咧，全程就大概70分鐘啦，可以嚟到惠東林站，飛價大概就係110蚊啦。咁啊，惠東林站再搭個的士過嚟咧，就係20幾分鐘就可以到咯。所以咧，其實加加埋埋2個鐘之內喺西九包埋過關到屋苑，其實都算做係交通方便噶啦。嗯，最緊要咧。在西九附近，你的海景樓咩價錢？呢度係咩價錢？相差好大啦，係咪？同埋入嚟呢度咧，有第一間房。咁佢而家咧，佢呢個示範單位咧，佢係擺咗個台嘅位置啦，咁可以坐喺呢度啦。正常如果我哋嘅 size 咧，可以擺個1.5米嘅大床，或者1.8米都冇問題。然之後望出我哋外邊嘅呢個景色咧，就係冇遮擋嘅，係我哋山景。擺咗個1.8米嘅大床，呢邊 sofa， 東南朝向，正面海景。呢、这個正面海，單個11號單位可以望到日出同埋日落嘅啫嚇。嗱，呢邊係日落，西邊嘅風向，單邊位啊嘛，係啦，好好風，好大風啊！咁如果大家好，我是喜家东。大家好，我是喜家妹。今天和阿妹一起来到双月湾啦，哇！大家看一个海螺，哇，好像世界末日咁样，点靓法啊？超级靓啊！咁呢个海够高啊嘛，一浪冚过嚟，嗱呢种白头浪真系喺成个广东少见，好少喺中国境内都好少见，真系。但系天咧有黑黑地嘅感觉，真系有啲世界。日嘅嗰种 feel 啊，有啲得人惊啊！呢度系黑沙滩啊嘛，所以就靓咯。哦，靓黑沙滩佢靓，唔靓咩？黑都靓啊嘛。唔系，但系个天黑咗，天黑咗，所以咧梦内系感觉系有呢啲黑咁样嘅状态嘅。咁但系咧呢冷浪咧，真系呢个真系叫做千层浪，千层浪一层过一层，白头浪真系白白净净嘅浪，而且个海浪真系好大。你个镜头你攞过去啊！你拿过去影俾大家睇啊！哇，哇真系！如果喺度游水咧，应该都 OK 嗬？可以游到，可以游到，啊、只不过而家个海浪大，要个水性好啲先得，我觉得。系啊，哇！呢、這个全部嗰个沙滩真系无敌啊！呢、這个景真系好舒服，好舒服。好大风啊！系啊，同大家介绍下我哋而家呢个呢、這个长长嘅沙滩啦。咁大概系呢个位置咧，就系、是、我哋嘅港口镇啦。港口镇隔篱呢度咧，就系、是、我哋嘅红海一期啦。咁呢个位置呢就係响海1777。咁再过嚟呢度呢係我哋红海嘅二期啦。咁呢个位置呢就係咸月豪生，哇之前賣3萬、2萬幾、3萬蚊㗎。咁而家后面我哋正望到前面呢度1、2、3呢三座就我哋賣緊嘅红海山旗。超级无敌嘅一线海景，超级靓啊！呢度系正对住呢个海滩㗎喎。喺屋企望出嚟嘅话呢，你坐喺度啦，瞓喺个床上边啦，都可以望到个极超级靓。哇！我呢啲沙都好冧啊。哦，喂，其实呢白天嘅时候呢，就如果唔落雨，呢排天气唔系好稳定啊，成日落雨。如果唔落雨嘅话呢，出啲太阳喺度，沙滩喺度晒下太阳，几舒服。坐喺呢度行下沙滩嗬。其实我觉得而家咁样都好舒服啊。系凉凉。另外一种宁静咯。系啊。暴风雨雷林前的。靈性如果是突然之间落大雨都唔惊，即刻翻屋企。系啊，所以呢个就系住喺海边嘅优势咯，就舒服咯，嗯，方便。咁然后咧，迷紧嘅就系第几座咧？指俾大家睇。而家呢度前面嘅啦，呢度前面我哋嘅一座啦，十一座同埋10座咧，呢三座都系卖紧嘅。而家就系呢前面呢三座正面无敌海景嘅。咁样对出嚟嘅东南朝向系正对面嘅，咁而家前面嘅呢啲咧就系我哋嘅别墅区啦，即系已经系卖咗噶啦。
话呢啲别墅好好租啊。系啊，一年嘅租金，啲别墅一年嘅租金，托管俾酒店二十几到三十几万之间一年。一年廿二三十万啊！佢呢之前呢啲别墅一个都系即系最靠近沙滩边嘅，都系两百几万到三百万之间买嘅啫。系、啊、后边少少嘅百几万都买得到。咁啊，呢一种就真系正啦！大泳池啊，有人喺度游水啦。系啊，无边际泳池啊。咁我哋右边呢度咧，就系、是、入去咧，佢就系一条嗰个商业街啦。商业街系啦，条商业街下沉式嘅，上下两三层啦，即系。咁样直接行翻出嚟咧，就可以直接到沙滩啦。咁喺右侧嗰个位置咧，而家就招紧商啦。咁大家想要租都可以过嚟搞翻啲小生意嚟做喎。呢、這个空间咧就全部发展商攞出嚟租。咁佢本身佢其实系建别墅嘅。嗯。咁而家手头之间有一啲紧啦，咁啊先租出去先。系。系啦，咁大家想要做嘅话，可以做啲酒吧啦，咁啊清吧啦、露营基地啦、烧烤啦等等，旺季嘅时候生意好好噶。因为成个双月湾拱真冇一个真真正正嘅集中式嘅呢种年轻人嘅呢一种露营基地呢一种 feel 俾到大家，系啦，咁啊佢真系开起身嘅话，我哋一定会嚟支持佢，系啦，咁啊呢条街咁样行翻入去啦，咁其实我哋喺双月湾咧，唔单止呢个盘，如果同我哋起家买双月湾嘅新盘，我哋起家咧就送翻全个家电俾到大家，你嘅家电全部我哋包晒，咁啊二手楼咧我哋亦都有做嘅，因为我哋近排都影咗好多嘅。笋盘俾大家，笋盘挖掘挖掘啲靓盘俾大家，系啦，真系俾咗好多心机，准备咗几个月时间，咁啊挖咗好多嘅本地嘅中介过嚟帮我哋同啲业主去倾数，倾个平嘅嗰个数过嚟，因为真系好多业主之前个价钱真系好高买噶嘛，多数都系两万，甚至系三万，都系万几嘅都有啦。系啊，咁而家买我哋冇理由嗰个价买啊嘛，多数都系按照几千蚊一个封嚟卖嘅啫，咁啊甚至有啲系四千零蚊。三千几蚊、四蚊嘅都有啊！啲二手盘，所以咧就准备呢单位，我哋除咗影新盘之外咧，二手都有影嘅。咁啊，佢同我哋起家一齐睇楼，你想要睇新盘就睇新盘，想要睇二手就睇二手，冇问题。系啦，即系更多嘅选择俾到大家，咁咪有着数啦。系咁啊，然后咧又包接包送啦，服务又好啦，系啦。咁啊，不过咧新盘有新盘优势咧，因为都可以做按揭啊嘛，一万首期呢度就搞掂啦。OK， 咁我哋喺度楼下咧，呢啲啲呢度啲商业街，系啦，都已经开咗噶啦，冇咩生意啊，因为系淡季，唔系周末啦，其实周五、周六、周日嘅时候生意都好好嘅，都人多，系啦，前几日过嚟带客成交嘅时候咧，亦都系有好多人喺呢度食紧嘢，满晒嘅，咁啊对面嗰啲铺位咧已经全部租晒出去噶啦，咁啊呢一啲咧就都喺度做紧装修啦，下个月几乎就会开齐，咁啊楼下嗰一排呢一排地下。下沉室嘅商业咧，亦都喺度招紧商，我谂都要等到七月份先会慢慢有入住商家入住啦。咁啊有生意做，人流够嘅情况下，绝对有人嚟做噶啦。好啦，我哋而家入去售楼部介绍个交通同埋情况俾我大家睇一睇。我啱啱咧就嚟到咗售楼部啦，咁啊先同大家讲下介绍下呢个盘佢嘅啲相关嘅备案证书啦。咁啊首先备案证书系齐全噶啦，即系可以卖嘅。咁啊，最緊要咧，而家賣緊嘅呢兩座樓，十號樓同埋十一號樓呢兩號樓兩座樓嘅現售備案證書，即係可以賣嘅。然後咧，所有嘅單位咧，加埋咧呢兩棟樓咧，總共係有七百幾套啦，三萬幾封啦。咁然後咧就成兩座所有嘅樓就冇抵押㗎嚇，冇抵押，正常出售、正常賣、預售證、現售證全部證件全部齊曬，咁啊變成咗我哋。过嚟买咗楼做按揭啦，银行做按揭做贷款啦，或者系办房产证啊，其实都系非常之即系可以正常咁样嚟操作，正常嚟办系冇问题噶啦。咁啊，然后咧，我哋就过嚟到鸿基呢个地产嘅呢个背景情况系啦。咁睇翻咧，我哋一个楼盘咧系鸿基地产开发嘅，咁咧其实佢非常之有实力嘅呢个开发经验啦。1950年就已经开始开发房地产噶啦，咁咧。已經係差唔多有五十幾年，有七十幾年，七十四年。咁咧，佢每一年咧都係一直係升級啦，包括埋喺我哋起樓嗰啲裝修風格啦，或者佢嘅舒適度各方面一直係升級緊嘅。咁全國各地咧，亦都係非常之多樓盤啦，好似北京啦、天津啦、山東啦，包括埋我哋
即係廣東省內啦、惠州啦、深圳啦、珠海啦、東莞啦，全部都有佢啲樓盤開發嘅。咁咧，佢開發經驗亦真係非常非常之足啦。所以我哋咁大嘅開發商，佢先至有實力可以攞到真正咁臨深，即係咁臨海、咁臨沙灘嘅呢個地段啊，呢個起樓啊，先至即係有呢個實力啊！佢係啊，咁啊變成咗佢其實呢個發展商佢喺其實佢都，我覺得可以算做係成個雙月灣排第二大嘅一個盤啦，因為第一大咧係萬科雙月灣啊嘛，咁呢一度咧係排。佢係排第二嘅，因為佢有個紅海嘅一期啊嘛，有個二期啊嘛，咁而家開發到第三期呢度嚟㗎啦。咁其實呢個發展商佢最主要嘅土地儲備咧，其實都係喺深圳嘅，因為喺寶安嗰個位置咧，佢本身就有好多舊改嘅項目啦。咁大家都知嘅，其實舊改對於發展商嘅資金實力係要求非常之高嘅。不過咧，佢其實都有受到影響啦，所以咧資金其實都比較緊張。我覺得點解要同大家講下介紹下佢有冇證件啦，有冇底下啊，有冇查封啊？點解要同大家講下佢嘅背景實力咧，確實係有啲等錢使，目前，所以咧呢單位先有咁平嘅價錢攞出嚟買咯，即係叫平靚正。但係我覺得咁嘅單位而家咁望海景又咁靚，又係新盤喎、然之後即係個景色啊，個裝修風格各方面咧，應該係呢個盤咁多嘅新盤嚟講，這個盤應該係最靚嘅。係啦，近住咗沙灘，有東南朝向咁樣咯。咁啊，講翻個交通俾大家介紹一下。係啦，咁我哋而家嘅位置咧就喺嗱。雙月灣的右灣就是東海岸啦，嗱紅海金岸即係喺呢個位置啦。咁啊前邊啲咧，我哋隔離就係潭悦豪新啦、紅海二期啦、潭悦都喜啦、響許177啦。咁啊然後咧仲有紅海一期啦。咁啊再過嚟呢一邊咧就萬科雙月灣啦、翠嶼山海啦同埋雲頂海岸啦，即係呢幾個區域啦。咁啊然後咧變咗叫做雙月灣咧，就係呢邊有一個海有一個月啦。呢邊有一個月啦，所以變咗兩個月啦，雙灣啦、三海啦，中間另外一個海咧就係中間呢個海啦。咁啊，佢其實都係通嘅，所以咧變咗三個海嘅咁嘅狀態。咁啊，呢種世界奇觀咧就世界上單兩個地方有嘅啫。除咗呢度之外咧，另外一個地方就係喺墨西哥嘅坎昆嗰邊嗰個位置啦。咁講翻個交通啦，咁喺我哋呢個地方咧，直接正常咧，我哋就最方便可能就係搭翻個包架車直接。翻到蓮塘關口，咁蓮塘關咧就係最近惠州嘅地方嗰個關口啦，亦即係話時間係最短啦。咁啊，蓮塘關出咗關，直接開車過嚟到我哋屋苑咧，就係個半鐘嘅時間，個半鐘嘅時間。咁啊，大家包個車，大概就係200多到400多之間啦。喺季節嘅人多嘅時候，流量高嘅時候咧，可能就貴啲啦。咁啊，大家亦都係搭順風車啦，可能順風車嗰一種可能就慢少少，佢會搭多一兩個人咁樣。咁啊，多數可能喺萬科雙月灣嗰邊出發過嚟接埋你，咁啊直接就可以出發翻去啦。可能一個人就係100元之內就可以搞掂，所以咧成本又更低啲啦。咁大家亦都可以搭高鐵喎，喺西九啦，或者喺福田呢個位置啦，嗱西九同埋福田，咁大家就可以喺呢邊搭高鐵。如果喺西九搭過嚟嘅話咧，全程就大概係70分鐘啦，可以嚟到惠東林站，飛價大概就係110元啦。咁啊，惠東林站再搭個的士過嚟咧，就係20多分鐘就可以到咯。所以咧，其實加加埋埋2個鐘之內喺西九包埋過關到屋苑，其實都算做係交通方便噶啦。最緊要咧。在西九附近你的海景樓什麼價錢，這裡是什麼價錢，相差很大啦，是不是？是啦，然後呢其實這個入邊呢旺季的時候經常會塞車的，所以呢就現在其實我們之前過來的時候呢是經海灣大橋下了來之後呢就轉這一條線經過信寮灣啦，咁樣轉過嚟啦。咁後邊呢去年前年啦，前年通了另外一條線路啦，下了之後呢轉到富力灣呢一邊，再轉中間呢條縣道過嚟，亦都 OK 嘅。咁啊，而家仲有兩條線喺度整緊嘅，包括咗其中一條叫做環島高速啦。環島高速呢一條路咧，應該就2年左右時間會通車。咁另外咧，跨海大橋過嚟之後咧，呢條高速嘅延長線咧，亦都會整到我哋屋苑嘅門口呢個位置嘅。不過呢一條線咧，就而家仲未動工啦。可能我覺得應該都要等多3-4年嘅時間先會通車。咁啊，之後通車嘅時候咧，就成個島上邊，即係成個半島上邊嘅交通會更加方便。就算有旺季嘅時候，都亦都唔會有咁塞啦。不過點解要咁塞呢？因為咧係確實有遊客非常之多啦，係啦，舊年1000多萬嘅遊客喺呢個雙月灣呢個區域遊玩，人次嚇非常之多人。一到旺季嘅時候，就要搞呢種車嘅流量嘅限制，要預係預約等等呢個狀態，即係好似深圳嘅大鵬嗰個旅遊區東部華僑城嗰啲地方。大概是这样的状态，都是因为这样，因为它的海景确实是非常之漂亮，海
旅遊嘅資源非常之豐富，所以就變成咗大家都中意嚟呢位呢入邊揾。咁過嚟揾，我要住房啊嘛，最緊要係住啦、酒店啦，係咪？所以我哋呢啲單位咧，又可以自己住，又可以攞嚟出租。我哋就有好多業主咁做嘅，自己住半年，淡季嘅時候住，因為旺季嘅時候約確實係非常之多，咁啊消費又貴啦，咁、可能個。個溝通又比較密集啦，咁我哋本身喺香港就好逼㗎啦，好多人啦，咁啊想要揾個清靜多啲嘅地方嘅啫，所以淡季嘅時候半年就自己住，反正又租唔到咩價錢出去，咁旺季嘅時候咧租金咪高好多好多，好似啲樓旺季嘅時候可以租500到700蚊一晚，淡季嘅時候100蚊左右嘅啫，唔一定租得出去，所以咧相差好大咯，所以我直情就自己住半年，租出去半年，咁啊將租出去嗰半年個收益可能10000几蚊。有可能20000零蚊，咁啊將個收益咧攞翻嚟攞出嚟，嗰半年去消費，係都得嘅，一個月幾千蚊應該夠使噶啦，各位。係啊，OK， 咁啊賣緊嘅位置咧，我哋而家喺呢個地方嚇，咁啊其實下低呢啲咧嗱，全部都係商業體嚟嘅，即係5层高嘅商業啦，4层高嘅商業啦，咁呢一度咧就係泳池啦，其實呢邊有一個細泳池，呢邊有大泳池，最出嚟咧呢一邊亦都有多個泳池嘅。呢啲係別墅啦，全部賣曬㗎啦。咁啊有質呢一度咧，其實佢就會做翻一個旅遊區啦，即係嗰種露營啦、露營基地啦、攝影基地，係啦，攝影基地啦，同埋嗰個清吧、酒吧雞啦咁樣。咁啊，其實呢一個下沉式嘅呢個商業體，亦都係成個商業灣首創嘅，單呢度有嘅，即係咁多屋苑、咁多區域入邊下沉式嘅呢種商業體。咁我哋啱先喺海灘行翻上嚟嘅時候，亦都可以睇到成條商業街咧連通呢個沙灘嘅。咁其實講真，真係因為疫情嘅原因，如果唔係嘅話，開咗業，哇！呢個地方好旺，年輕人好中意呢種 feel 噶嘛，係嘛？六樓就有商業街，咁啊，然後有奶茶，有凍檸，有咖啡，有酒吧，咁即係好多玩嘅地方，大家係中意嘅。咁啊，而家賣緊嘅咧就係嗱呢一座咧就係第一座啦。呢一前邊呢一啲已經全部賣曬啦嚇，全部交付使用噶啦。咁啊，呢一第一座咧就剩翻幾套高樓層20几樓嗰啲單位咧。咁總價大概就係34-35万咁樣啦，34-35万，咁啊50个方嘅喎，現樓正面無敵海景，東南向嘅，咁啊11座呢一度咧就係今年嘅12月份交樓嚇，咁啊即咧就係50方，63个方嘅一房一廳南北通透，同埋78个方嘅兩房一次嘅單位南北通透，都係全部都係雙露台啊，咁啊。左側呢一邊，因為佢一層12伙啊嘛，咁啊中間10套咧就係嗰個50方嘅，邊上呢一度咧有套63嘅一房，咁一房一廳嚇，咁啊右邊呢一邊咧有一套係78方嘅，所以咧一房兩房咧，一房一廳同埋兩房咧就比較少啲，咁啊單間嗰啲咧就比較多啲選擇啦。咁啊大家想要揀平啲嘅話，就去揀0607号單位，因為佢外立面咧就將呢個0607号單位咧就做細做入咗啲，所以個路途會細啲啲咁樣。但係如果雙數層咧就係一樣嘅嗰種值嘅，即係路途都係大嘅，但係咧佢就會平啲。譬如話我10楼。0607同埋0203，其實個間隔一模一樣，露台都係一樣大嘅。但係咧，0607就會比0203、04或者係0809、010号呢啲單位會更加平啲。所以咧，大家想要揀平啲就去揀嗰啲單位。咁如果大家做按揭嘅話咧，後就可以揀翻第10座啦。咁啊，10座而家做緊活動咧，前排我哋影嘅時候係6666嘅首期啊嘛。咁而家咧就變成咗係要10000首期啦，即係升咗多啲啲。可能呢個階段之後，因為旺季啦，咁大家知啦，其實個銷量都非常之好。五一期間我哋起家一間公司都賣咗10零套添。咁然後咧就即係個價錢都升咗啲啲嘅。咁啊，我發展商個領導亦都同我哋講咗㗎啦。其實呢一波過後咧，即係接落嚟，而家呢個活動價錢都唔會一路咁樣保持㗎啦。所以咧，可能就喺下個階段，譬如話6月份嘅時候，個價錢又會再升翻多啲啲。因為越嚟越多遊客過嚟，唔單止我哋香港人買啫嘛，大陸人都買噶嘛，大陸14亿人喎，咁啊好多內地人，嗰啲特別係外省嘅嗰啲唔靠住海嘅嗰啲人，哇睇到咁靚嘅海景，嗱几十万一個單位都好平啦。如果係疫情之前呢啲單位一房嘅單位，你冇60-70万點買得到啊？買唔到，係咯，至少咯。咁而家幾錢啊？20几万到30零万，係非常非常之平啦，係咪？劈咗好多嘅價錢落嚟，所以咧係值得大家過嚟望一望睇一睇嘅。OK， 咁我哋而家咧就落上去到呢個實體樓上邊11座嗰個地方，影翻啲示範單位俾到大家睇下，大家見。好，我同阿 May 咧嚟就嚟到咗16楼啦，11座嘅16楼實體樓上邊啦。咁呢一層咧，佢其實10座11座一樣式啦，都係50
六十深同埋七十八方嘅。咁啊，呢一个咧就最大积嘅，亦都系个间隔最靓，我觉得。两房嘅两房单位系啦，咁啊入嚟睇下。睇翻我哋两两格局先。嗱，首先我哋先睇呢入边嘅间隔，佢两间房噶嘛，入嚟呢度咧有第一间房。咁佢而家咧，佢呢个示范单位咧，佢系摆咗个台嘅位置啦，咁可以坐喺呢度啦。正常如果我哋嘅 size 咧，可以摆个米半嘅大床或者米八床都冇问题。然之后望出我哋外边嘅呢个景色咧，就系冇遮挡嘅系我哋山景。而家楼下咧好多嗰啲系吉嘅地方咧，系好多系用嗰个叫做盐啊盐啊，即系。做整嗰個鹽嘅，而家咧就開始收尾嘅啦嚇。再望翻我哋出翻嚟呢度咧，就係第一個廁所啦，即係都係一個廁所嘅啫。咁入咗嚟之後咧，佢係做咗個乾濕分區嘅設計。咁而家佢係擺咗啲垃圾嘢喺呢度嚇。咁我哋正常嘅話，呢個空間非常之闊啊。錯阿迪話嘅兩個人沖涼都冇問題，三個人沖涼都得。咁我哋嘅呢個坐設咧都係做好俾大家嘅啦。咁再出返嚟呢就係我哋刷牙刷牙洗面嘅地方。咁正常如果我哋平時返嚟度假一家人呢兩三個人住嘅話呢，咁有人刷牙洗面啦，有人喺佢廁所沖涼啦，都唔會話阻住大家㗎囉。再睇返嚟呢度，哇呢度就係我哋嘅超級大嘅呢個廳啦。咁呢個廳嘅話呢就係非常之闊啦。我呢度有四，有冇四米呀？我試下，一、二、三、四，哇差唔多五米。四米嚟。四米多啲啦，差唔多系咯，四米多啲啦。阿 May 嘅腳咧比較長，所以咧佢確實係一步有一米噶，因為好多人咧一步係冇一米，可能八十嘅啫。所以咧佢比較長，係有一米啊。大長腿。咁呢度咧係我哋嘅做咗個係廚房嘅位置啦。咁呢個櫃咧都係做好咗俾大家嘅啦。我哋呢度有個星盤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做個電磁爐啦，煮嘢食啦，翻嚟度假可能好少煮嘢食嘅。咁咧如果喺度煮個早餐其实都够噶啦，啊，咁呢度里面煮饭哇，个景格好靓，都系冇遮挡，好舒服咯，有啲白鹭啊喺度飞嚟飞去，咁啊绿油油嘅一片，正啊，非常之原始嘅呢个感觉啦，就系前后都冇遮挡嘅，有山有海，系啊，完全冇遮挡，系啊系啊，通风啊绝对系一流啦，系，呢个厅就非常之大啦。咁如果正常，如果你想擺即係放梳化啦，放四人位、五人位都冇問題，再放個大大嘅茶几啦。咁呢個地方咧可以擺個即係叫做電視櫃啦，上邊擺個超級大嘅電視都得嘅。其實而家佢呢度做咗成面嘅呢個樓盤嘅介紹啦，都係唔會覺得壓迫嘅，所以我哋可以直接擺個投影喺度睇電影都係可以。夜晚哇，真係 perfect 啊！呢個感覺啊，睇翻呢度。我哋第二间房嗱，佢呢间房咧就会大过头先嗰间，系，同埋咧佢就系超级无敌一线海景，冇任何遮挡，非常之舒服，可以望翻出嚟个景色啊！哇，我哋正常如果喺度呢个摆张床嘅话，或者咁样摆张床都得，一起身望翻，哇，靓唔靓啊？正啊！我靓啲定系海靓啲啊？都是你靓啲，我靓啲咁就得啦。我就想听呢句啫。出嚟咧，呢度就系我哋好大嘅呢个露台位啦，差唔多两米多嘅阔度啦。咁呢个露台咧，哇，起身就望喺呢度，哇，蓝蓝嘅天，靓靓嘅海咧，都系向东南嘅，又系真真正正嘅东，即系外海啦。头先东哥都讲咗，喺广东省内或者国内都非常之少见罕有嘅咁嘅白头楼，就喺自己屋企楼下。哇，而家系十六楼嘅位置，如果你平视个海又得啦。而家嗰望到下低咧，嗱，望到我哋而家楼下嗰啲商业啦，下沉式嘅呢啲商业啦，包括埋泳池啦，所有景都可以望到。你十六楼嘅呢个感觉咧，其实差唔多啱啱好咯。啱啱好。如果话再要高啲，你又得，即系如果再高啲咧，就望得更加远啲。如果系低啲啲嘅话咧，就可以平视个海，会更加舒服啲。都要睇翻个价钱啦，高就越贵。价钱唔算好贵嘅。系。多一个露台。系呢度咧，系有两个露台嘅景。嗱，讲真，呢个露台真系好正。我哋真系，如果系我买呢个单位啦，我一定会将呢度做翻一个餐厅嘅位置，餐厅喺呢度食嘢。食嘢。朝早食早餐嘅时候望日出，晚上食晚餐嘅时候望日落，可以望山，可以望海。
完全冇遮挡，冇遮挡，正啊真系。前后左右都冇遮挡，即系叫而家呢度系叫做右手边啦、后边啦、我哋嘅前边啦，系所有都有景色。你想睇山又得，你想望海又得，你想望内园、望泳池、睇比基尼又得，你想望沙滩又得，系啦。哇！呢度哇，真系我谂唔到有咩唔买嘅理由。我觉得咧就系钱嘅问题咧，应该都唔系钱嘅问题，因为可以一万首期啊嘛，一万首期，剩低嘅全部都可以做按揭。咁好似呢种单位，如果做按揭嘅话，就系六十几万啦咁样。咁当然啦，其实都有啲五十零万嘅，咁就要低啲楼层啦。咁好似啲中间楼层嘅话，都系六十零万咁样啦。咁大概计条数个月供俾大家，你觉得呢个单位大概可以租几钱？如果按照即系我之前啦，应该话三年前啦，同阿妈咪嚟海边度假嗰阵时候，我租嘅嗰系单间噶咋，租单间系五百几六，差唔多六百蚊一晚，一晚啊，六百蚊一晚单间，大概系差唔多四十零左右啦。如果呢个系七十几，之前好似问过，差唔多去到八百几到九百几蚊，当其时系咯，咁当时系贵啲啲嘅，而家就平咗少少啦，系差唔多。咁啊睇，其实睇都系睇季节嘅啫。人流多嘅时候可以租到成千蚊，人流少嘅时候呢种单位可能就两百零蚊就可以租得到噶啦。咁大家可以做翻托管租出去咯，睇大家嘅呢个需求。我哋啱先讲嘅嗰啲租金嘅情况咧，喺沙拉布亦都讲咗，呢边就唔最多讲。咁主要咧系大家睇到呢种间隔，讲真，成个孙悦湾呢啲间隔系最靓嘅，因为包括咗翠屿山海、万科孙悦湾啲两房都冇呢种南北通透嘅呢种格式啦。咁呢一套咧就系一房嘅单位啦。咁啊，五十个方其实大家好难都熟悉噶啦，好简单。入嚟之后咧，就系个洗手池位置。咁再入嚟咧，就系个厕所位置。咁啊，厕所有坐厕啦、淋浴间啦。咁佢抽风抽气扇装好嘅，然后咧吊顶每间房嘅吊顶上边咧，亦都装好咗嗰个热水器送俾大家吓。咁啊，好似呢啲一房嘅单位啦，冷气机起家送，电视机起家送，雪柜起家送，包括咗咩啊？同有个洗衣机起家都送埋俾你吓，所以咧你买啲家私搞掂啦。家私我哋都有套装，亦都好平，有兴趣有需要，我哋可以帮大家做埋吓。咁呢度系厨房，系啦，咁呢个就諗住瞓觉噶啦啊，真系好舒服。Sorry， 你就继续啊，唔使理我。啊，摆咗个米八嘅大床，呢边 sofa， 东南朝向，正面海景。呢、这个正面海，单个十一号单位可以望到日出同埋日落嘅啫吓。嗱，呢边系有落西边嘅风向，东边位啊嘛，系啦，好好风，好大风啊！咁如果打台风会唔会啊死啊？会唔会其实惊嘅呢个开发商佢嘅呢个建筑嘅所有质素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唔需要太担心。O K， 系啊。咁其实咧，成个孙悦湾都唔系话而家先有嘅，咁多年有万科嗰度十几年嘅楼龄同埋问。航海一期嗰陣時到而家都係差唔多十年㗎啦，啲樓亦都冇問題啦。咁啊睇到個角度其實都算作係非常之正㗎啦，係嘛？好光猛，呢邊可以睇到山。咁啊睇山上邊咧有個寺咧，寺廟叫做東廉城寺禅寺。咁呢個寺廟咧有差唔多係六百年嘅歷史㗎啦，所以咧就對於佛寺比較有點講啊？比较有虔誠，係啦，有呢個信仰的，有個佛心嘅情況下可以到嗰度去。坐一坐，静下心。咁呢个就系个交付标准啦。其实就简单嘅，墙面又七咗八七，咁地面咧就有地砖啦，咁样就全部做好。咁包括咗呢啲门啦、厕所嘅位置啦，系啦。咁洗手池啦，同埋呢个厨房嘅位置啦，呢啲都做好咗噶啦，系啦。咁我哋就往嗰边行，中间咧就十一到零二号单位都系一个积吓。咁呢一种都系一样嘅。一层咧系有三宝 lift 十二火嘅，咁呢一种咧就做咗啲酒店嘅嗰种装修风格啦，咁睇大家中意，到时可以类似咁样去做翻做翻多个浴缸啦，咁搞啲灯啦，可能年轻人比较中意啲咁酒店式嘅嗰一种，咁睇大家嘅需求系啦，你想搞成咩风格？地中海、奥地利、西班牙定系咩都得？好似呢个地方望出去正更正啲，嗬？啱先嗰两套硬系会觉得左侧或者系右侧有楼咁样嘅状态。系啦，呢个冇，呢个完全系冇。呢个正望落去咧，就真系白头浪啲浪啊！哇，完全就冇楼嘅嗰种状态啦。真系冇遮挡噶。系咯，好似呢个
更靓啲哦，系啊，但系而家讲紧国家好似都唔允许再即系叫近，要远离海岸线200米先可以起楼啦。系咯，呢度系新宝璃。咁唔紧要，大家如果真系要海滩沙滩上边嘅楼嘅嗰一种咧，可以睇翻我哋啲二手笋款，咁我影咗一部分系真正系沙滩上边嗰一座楼嘅嗰啲单位，好靓。嗱呢度做咗几个格式嘅嗰种 feel， 大家可以拣拣。咁啊呢度系嗰度应该系04、05系啦。咁啊呢一套05单位咧，其实都唔错嘅，因为咧中间呢度有个消防梯啦，咁呢边有个小露台，系啦，小露台。咁你如果住喺05咧，你呢边摆个台喺呢度都得 OK 嘅。坐住喺度食啲嘢，哇！如果早上喺呢度望住个山景嚟食 ，beautiful， 可以食多啲系嘛？食多两条油条，同埋一杯嗰个咩啊？咖啡，咖啡，咖啡啊！呢啲单位都系一样格式噶，系啦，睇呢个另外一个一房一厅嘅单位，系啦，01号啦。呢、这个就63个平方，系，咁一房一厅，同今先个两房一样格式嘅，其实少咗间房嘅啫，系，系啦，入咗嚟之后就系呢度就厕所嘅位置咯，厕所好光猛啦，其实，系，佢所有嘅个光线都好好噶，嗱，好大，系咯，好大嘅窗，洗手池亦都好大，窗好多，哇，咁喺呢度饮杯嘢，饮唔到，阿东哥请我，系咪嗰栋嚟？呢、这个这个差不多似嗰栋遮喱咁样嘅，我望住个山景喺度煮嘢食。嗱、啊，远处咧，真系你睇到一排嘅嗰啲风车，风车，唔、知诶，唔睇得清楚。睇到风车，哇！天气好嘅时候，靓啊！好蓝啊！而唔系而家系差不多天黑啫，所以有少少暗。搞翻个油画个板喺呢度画下油画。咁呢个就系都系大大个厅啦，好大。咁而家佢摆嘅呢个 sofa 两三人位嘅，咁呢度茶几位置啦。够阔噶，佢呢个我觉得有少少，即系咩风格啊？佢呢个设计啊，有啊都系，即系有少少似我啲外国嘅风格咯，嗬，度假小镇嘅感觉。泰国，哇，哇见唔见到啊？我条裙飞咗啦，飞起啦，超级大风，好爽啊！呢、这个风吹过嚟。哇！望住啊，诶，嗰度系乜嘢？系咪礁石公园啊？系啊，礁石酒吧同埋礁石栈道啦，咁、啊盐蒸酒店啦，成个穿越湾最贵消费嘅酒店就系嗰一间啦。咁、其实我哋睇到我哋林边系冇拆价噶嘛，但系个酒店运营喺前边啲系已经运营紧噶啦。咁、最贵嗰阵时嗰、那个房价一晚都要7000多蚊啊，旺季人多嘅时候啊，咁啊正常去到7、8月份暑假嘅时候。嗰啲單位幾乎都要4000多蚊到5000多蚊先可以做得到一個晚上嘅啫、哦。東南向南打卡點啦，網紅打卡點。好好風啊！其實咧，紅海一期二期同呢個深期嗰間隔幾乎係相同嘅，只不過咧一二期佢個外立面咧係黃色嘅，呢度係白色嘅。係。嗰啲白色咧又比較現代啲啦，時尚啲，時尚啲啦，好睇啲啦。咁啊，最緊要咧就。山盤佢質素好啲啊嘛，唔一定個個都中意話去買嗰啲人哋住過嘅或者係層舊嘅嗰啲樓嘅，咁啊新盤理所當然啦，就貴啲啲，係啦，咁啊大家就睇下你點樣去選擇。如果想要睇呢啲樓嘅話咧，就可以聯繫我哋啦，係咪？咁啊其實咧就總共咧就係三個職位，咁啊大家想要做按揭亦都得 ，full pay 亦都得，咁啊存款嘅話就價錢又平啲，好似啱先啲一房嘅單位嗰啲50方嘅嗰只啊，咁就。平嘅咧就系25万左右，贵嘅话咧就系32、3万之间，即系高低楼层啦。咁呢一种系存款嘅价吓。咁如果大家做按揭嘅话，就几乎系要去到33到39之间呢个价钱啦。咁啊睇翻视乎个楼层系啦。咁啊好似呢种一房嘅单位咧，就大概系40。应该是低楼层应该40多啲买得到嘅。咁中高楼层嘅话就要去到50多万之间啦，40几到50几万之间啦，差唔多。咁都系睇你做按揭定系 full pay 嘅。中间系相差3-4万嘅呢个价钱啦。咁但系到时到现场嚟睇个每一个位置实体楼，但你亲身体验下嗰个感觉嗰、那个 feel。
系点样嘅？但系你又想拣高定系低啲？系啦，咁啊想睇楼点联系我哋啊？咁啊，我哋视频上方有两个码啦，可以用手机直接扫描我哋嘅 WhatsApp 或者 WeChat 联络我哋，或者点击我哋评论区入边有条链接啦，点击入去可以电话联络我哋，咁然之后联络我哋过嚟睇楼啦，攞最新嘅呢个最详细嘅资料啦。我哋起家咧亦都系有团出噶啦，包接包送包埋餐。OK， 下集再见，拜拜。拜拜。